了之后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组长，您没事吧？组长，露营，不想干就赶紧走。您的记忆是恢复了吗？我的记忆不但没有恢复，有些时候还时不时的在 boss 面前不受控的变成你看到的那个样子。boss， 我对您是真的。组长，我来帮你吧。嗯，陆离。真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发现我有点离不开你了。我想要跟他表白。啊？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秦真真，我喜欢你。我警告你，欧阳晨，你要是再来骚扰秦真真，我是绝对不会饶了你。放手。你放手。你先放。你先放。你先。等一下，要不一起放？